天主教辅仁大学是华东社会中唯一属于梵蒂冈的综合大学。那么它的医疗体系在2007年开始规划附设医院以后就变得完整。那么我们附设医院在2017年9月29号开幕之后呢，它对附近新庄五谷泰山将近100万的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。我们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复大医院会成为新庄地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医疗重镇。辅大医院秉持基督博爱精神及辅仁大学创校宗旨，以敬天爱人、视病由亲的核心价值，传递真善美圣的前人医疗宗旨，为病人及社区民众提供完善的健康照护与医疗服务。我们要追求卓越，开创新局，为台湾社会打造一所充满爱与关怀的医院，成为世界一流的天主教大学医院。